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曾说，做男人并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一个男人要想实现人生价值，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就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要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最让男人掉价的七种行为，希望你一个都没有。一，冥顽不灵，不自知。在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无知却自负的男人，他们总觉得自己威风八面，不可一世，既可呼风唤雨，又可点石成金。当别人和他提出不同的意见时，他首先就是想出种种歪理去反驳，让人瞬间哑口无言。英国作家塞·巴特勒曾说，无知的真正特点是虚荣、骄矜和傲慢。越无知的人越固执，越会为自己找借口。与人交往，他们往往只看到自身的优势，却看不到自身的浅薄。殊不知，见识短浅、无自知之明，恰恰暴露了自己掉价的一面。相反，那些越有本事的男人知道世界之大，为人总是低调谦卑，他们从不会固步自封、盛气凌人，而是不断地提高自己。面对工作以及生活中的难题，常常抱有一颗学习和进取的心态。这种开放、谦逊的秉性不断推动他们看到新的风景，拥有不一样的人生。二，心胸狭窄，小家子气。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男人？与人交往中，总喜欢吹毛求疵、挑毛病，鸡毛蒜皮大的小事都会一直记在心里，凡事利益为先，一旦发现自己吃了一点点亏，就会暴跳如雷。张云说，我和自己的老公结婚八年了，这八年以来，我真的是受够了他的小气与自私。在他的心里，想到的就只有他自己。他会为了家里来了客人，多做了一点饭菜，而和我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没了，也会因为我多吃一点水果而在旁边对我啰嗦，嫌弃我浪费。可是如果是他自己吃，他却从来都没有所谓的抱怨，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自己比任何人都重要。我曾经不止一次后悔自己怎么嫁给了一个如此自私和小家子气的男人。他甚至让我常常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因为这样的男人其实最爱的就只有他自己。所以婚姻之中真的很怕遇到这种小家子气的男人，太降低生活质量了。有句话说，男人心胸的大小决定了他人生的高度和生命的宽度。一个男人如果心胸过于狭隘，就很难有所成就，因为他们对人对事锱铢必较的性格会使周围人避而远之。越成功的男人在处事方面越是有大格局，他们不计较无谓的得失，不纠缠别人的过错，即便有人得罪了自己，他们也能淡然一笑，轻松释怀。因为他们明白，斤斤计较的行为不仅会让自己显得掉价，也会让身边人饱受折磨。与其将时间浪费在蝇头小利上，不如去提升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永远记住，小事不计较，大事多体谅，才是一个男人最大的修养。三，粗野鲁莽，没教养。有句话说，一个人的脸只不过是最外在的皮囊，而真正决定一个人形象的则是另一张脸，教养。和有教养的男人相处，你会有如沐春风之感，和粗俗鲁莽的男人相处，你只会感到如坐针毡。作家陈丹青讲过自己的一段经历，有一次在大学卫生间里，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气势汹汹地向他跑来，然后大声地对他说，你是不是陈老师？我是从江西来的，你在江西插过队，我要跟你照张相。陈丹青顿时觉得无比尴尬，因为当时自己正在小便。出了卫生间，还不容陈丹青说话，对方就像挟持人质一样，把陈丹青紧紧搂住，开始拍照。粗俗的人总是这样，说话做事常常不顾其他人的感受。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性格率真，不拘小节，但实则给周围的人造成很大的困扰。不管和谁交往，男人举止过于粗野鲁莽都是一种掉价的表现。四，没有担当，遇事只会逃。英国作家毛姆曾说，要使一个人显示他的本质，
叫他承担责任是最有效的方法。责任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使命，学会承担责任是一种勇敢，更是一种坚定。一个男人能不能被周围人信任，就要看他有没有担当，能不能负得起责任。电视剧《欢乐颂》中，樊胜美的哥哥是个不学无术、爱惹是生非的男人。一次，他和别人打架，事后被一群小混混找上门来要医药费。他第一反应不是自己解决自己犯下的错误，而是打电话找妹妹要钱。被拒绝后，二话不说，抛下瘫痪的父亲和年老的母亲，带着媳妇儿出门躲债。樊胜美无法，只能低声下气地求身边的朋友帮忙，才摆平了此事。没有担当的男人就是这样，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想着逃避问题，将烂摊子留给身边的人。相反，真正靠谱的男人绝不会让身边人为自己的错误买单，他们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自己扛，从不推卸，从不逃避。人生在世，有担当能扛事的男人才称得上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五、优柔寡断没主见。网上曾有这样一个提问，男人的哪种行为最减分？其中有一条回答就是优柔寡断没主见。一个男人没有主见，往小了说就是做事拖拖拉拉，让自己显得掉价。往大了说，这种懦弱的性格会让他错失很多事业上的机会，影响未来的人生。正所谓临危而不惧，图穷而志存。身为大丈夫，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不能依赖他人做决定，一味的缩手缩脚，诸多忌惮，就只能注定沦为平庸。真正成熟的男人都懂得赋予自己一种魄力，这种魄力是在困难面前的义无反顾，更是在命运需要抉择时候的果断干脆，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决定，不依赖，不盲从，不犹豫。他们独立自强，敢于决断，每当机会来临时，总能挑得起大梁，扛得起重任。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当中，有主见的男人往往更受大家的青睐。六、管不住嘴爱嚼舌根。很多人都认为爱嚼舌根是女人的专属，其实不然，在生活中也会有些男人喜欢到处说三道四，搬弄是非。电视剧《情满四合院》中，许大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许大茂为人自私自利，跟钢厂食堂的厨师傻柱是出了名的死对头。为了让大家对傻柱产生偏见，他到处说傻柱坏话。这事儿被钢厂的播音员海棠知道了，海棠毫不客气地嘲讽他，厂里人谁不知道你跟人家傻柱是死对头，你越说他就越证明你的人品有问题。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一个男人闲话说多了，只会暴露自己的品行不正和小家子气。要想周围人都看得起你，就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更要明白乱嚼舌根就是在消耗自己的信誉和浪费自己的时间。凡事学会沉默，谨言慎行，是身为男人最高级的情商。七、自甘堕落不上进。你知道对一个男人来说，比贫穷更可怕的是什么吗？是没有上进心。钱钟书的《围城》中，方鸿渐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虽然家道中落，但却因为得到岳父的资助得以出国留学，这个在旁人眼中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方鸿渐却生生浪费了。在国外的四年里，他不思进取，悠哉悠哉，结果回国后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可以说方鸿渐的人生悲剧原因离不开他懒惰的性格和得过且过的人生态度。蔡康永曾经说过，当你没有上进心的时候，你是在杀人，你不小心杀了你自己。优胜劣汰的世界里，自甘堕落是身为男人最掉价的行为。要想真正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就要勇敢地从舒适区里跳出来，去闯，去努力，去拼，去奋斗，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宽。神者一生，实际就是四个字，做人做事。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更是如此，想要在社会上立足，站稳脚跟，不是靠一时的运气，而是要具备生活的智慧。李嘉诚就曾经说过，先做人后做事，只有做人到位才能做事成功。所以真正有本事的男人，既要注重能力的提升，更在意品行的修炼。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喜欢佛禅频道，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